北京市边河监狱里关押的每一个罪犯心里都清楚，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投递好了。同时，这次任务对于每一个执勤民警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挑战。我上完了，不许乱动戒指啊！把所有人把头都递好了，手放膝盖上。在这一天，天河监狱里的一切行动也都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北京市天河监狱又称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1995年，为有效维护首都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遣送处正式组建并运行，承担着把在北京犯罪的外地罪犯遣送回到原籍的任务。它是全国600多所监狱中唯一一个执行常态化的向外省市遣送罪犯任务的监狱。那么，这一次天河监狱将要执行怎样的遣送任务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关注的事件，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这是一次充满考验的行程。三，不准乱动戒指。四，爱护生命卫生。这是一次跨越千里的遣送。他们每个人就是一个官，就是一个侠，就是一座山。为其实时潜伏，民警严阵以待。遣送79名罪犯，一线正在播出。罪犯遣送任务意味着罪犯将离开高墙铁网的约束。这群特殊的人群在监狱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将会成为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定时炸弹。拉开点脏吧，你们拉开点，别挨着太紧。拉开一点。8年前，李进山重新接过分管遣送任务的接力棒。如何保证遣送途中不发生事故，平安完成遣送任务，是他思考的头等大事。任何一个环节的漏洞，都可能演变成事故。由于其功能性的特殊，北京市天河监狱也是全国唯一一所男女犯共同收押的监狱。罪犯的构成啊，非常复杂，啊，既有男犯，也有女犯，啊，既有健康犯，也有病犯，有时候还有少犯，有时候还要接外国籍的罪犯。每次遣送任务开始的前一天，天河监狱13个监区都会将各自监区的重点罪犯在遣前会议上一一汇报。预侦科筛查出13名高危罪犯。他们中间有的人是杀人纵火的重刑犯，也有人是有自杀倾向的犯人，甚至有一部分具有军警经历、特殊技能的犯人。这一部分人群将是押送途中最容易产生变数的因素。同时，按照遣送行动规定，在任务开始前一天的遣前会议才会向执勤的民警公布具体的遣送计划。23年9月5日13时，由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乘汽车出发，将79名罪犯押解至北京西站，乘T49次列车于14时59分发车，于6日50:57到达襄阳火车站。1000多罪犯拘禁50岁贩毒故意杀人自罚，该犯因为被限制减刑，所以列为这个监区区的重点罪犯。重点犯一人，陈光炎61岁，故意杀人。此次遣送湖北籍罪犯放射性病经正常服药，然后病情稳定，然后传染病是总共11人，其中有10人是乙肝，还有2人是梅毒。执勤的过程中啊，尤其是刚才也都提到了，病犯比较多，一是严格管理，二是多关注一下这些病犯的这个动态，有些问题呢，咱们随时报告。那口气的那个地址大家也都知道，所以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咱们每个人就是一个官，就是一个卡，就是一座山。
在遣送任务开始之前，各监区民警将对被遣送罪犯一一谈话，确定其符合遣送要求，分别针对罪犯的暴力倾向、自杀倾向以及健康状态进行评估。对于罪犯来说，回到家乡服刑更加方便家属探视，熟悉的生活环境也有利于他们在服刑期间接受改造。点到名字的啊，拿着你带走东西出来。廖雪峰、陈景华、陈佳莹。其他人坐好，双手抱头。在遣送任务出发的五个小时前，犯人才接到自己要被遣送回原籍的通知。天河监狱第十一监区是一个特殊的监区，在这里关押的犯人多数为病犯，这里被遣送的罪犯全都是这次遣送过程中令民警格外重视的人群。在监区内，所有被遣送的罪犯要接受全身的检查，除家书、判决书等私人纸质文件外，不得携带任何物品，同时也要对所有罪犯的身体及心理状况进行最后的判断。任何一个检查上的小疏忽都会让接下来的遣送行动变得危机重重。此时在监区之外，天河监狱的一个特殊班组也开始行动起来。作为常年进行遣送工作的监狱，车辆是必不可少的工具。遣送行动不只是由火车押运，还有飞机押运和汽车押运。将同志与罪犯安全地送到每个目的地是司机班组的首要任务。监区内所有被遣送的犯人陆续被集中带到收押大厅，在这里遣送民警将会再做一次全身检查，为确保所有罪犯身上没有任何威胁遣送行动的物品。鞋带放了吗？鞋带放了吗？鞋穿上。张大明，遣送一监区教导员。遣送一监区在日常工作中并不直接管理犯人，专职负责犯人的遣送工作。张大明作为这次任务的指挥员，也是最早接到遣送任务并参与任务计划制定的人员之一。一到大厅集中这个环节是第一步，因为他是从这个各监区集中过来啊，先要让罪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们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的一个时期，要进入一个非常的状态。所有人把你刚才查的东西该装好装好了，把自己的衣服重新整理一下。所有的人把自己的衣服重新整理一下，整完了以后原地坐下啊，原地坐下。就在所有犯人前往收押大厅集合的同时，监狱内另一支队伍也快速地开始集结。今天我们执行火车站警戒任务。火车遣送罪犯啊，咱们得受这个火车这个开车时间的制约，提前个一段时间先到火车站，哎，把罪犯运到，在车站要进行等待，在等待期间，哎，需要周边的警戒，哎，和火车站这个公安部门的衔接。所有押犯开动。是。命令将你们调出，下面我宣布调犯纪律。一，一切行动必须听从民警指挥；二，不准东张西望、交头接耳、吵闹喧哗；三，不准乱动间距；四，爱护车站卫生；五，听到干警的命令后要迅速执行。以上纪律如有违反，严惩不贷。听明白了吗？是。低头。是。听令，向右看齐。在大部队到达火车站之前，先遣分队要提前两个小时到达车站。同志们辛苦了，
我们要遣送70余名罪犯到外地监狱服刑。一、二、一。到时候注意点表现啊。一、二、一。队长，二十一，二四。报告总指挥，带遣罪犯已登车，请指示。迅速登车。是。一号组长。高处，你看一下，门口咱们武警检查车辆什么情况？如果是呢，三人小组力量不足，先把民警进监区的通道先暂时关闭，让武警去支援三人小组，马上进入 A 密门空间，开展车辆检查。囚车驶出监狱大门，就是战斗打响的时刻。跨越了这道大门，离开了高墙电网，危险因素陡然增加。所有囚车上的押解民警都打起了12分精神，要确保79名罪犯顺利遣送。此次押解遣送的目的地是湖北襄阳，第一个风险点就是从天河监狱到北京西站的汽车遣送。而在北京西站的候车换乘也是这一路上最危险的一环。79名罪犯的千里押解，任何漏洞都可能演变成重大事故，民警将如何把好每个关口？遣送79名罪犯，一线正在播出。从天河监狱前往北京西站，要经过大广高速、京开高速，还有北京市车流最为拥堵的道路西二环。风险点在汽车遣送，这个汽车遣送啊，咱们不可预测的这个因素比较多，而且又是车队，这个有一些社会车辆的穿插呀，有一些社会车辆的这个违章啊，也会对我们这个遣送的车队啊造成一定的干扰。与普通行动不同，遣送任务大多时候都是以车队形式出警，道路上的任何一次轻微事故都有可能影响整个遣送计划。下午13时05分，所有押解罪犯的车辆全部进入北京西站，先遣分队迅速组织警力进行部署。最内圈参遣的干警，第二圈是前站的干警，在第三圈咱们武警。北京西站是华北地区最繁忙的高铁站之一，日均客流量1.8万人次，这里的旅客来自天南海北，极为复杂，而且车站为上进下出模式，视线受限比较大，这里也无疑是这次遣送任务当中最为危险的一环。就在遣送车辆进站后，大家都以为任务即将顺利进行下去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情况打乱了原有的部署。
到达西站后15分钟，李进山迟迟没有收到火车到达和站台的信息。等待的每一分每一秒对于任务来说都充满着危机。长时间的车内等待让犯人们开始躁动不安。就这一会儿坚持住了啊。等待的时间对于民警和犯人都是难熬的。此时的北京正值雨后，天气闷热。终于在民警的多方确认下，火车进站，等车站台在7号站台。此时时间已经照原有计划晚了20分钟。李进山迅速组织犯人下车列队。在下车前，张大明等车内组长还要对所有犯人的借据进行再一次的检查，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同时先遣分队迅速提前赶往执行任务的火车进行安全排查。然后那个上面下边各方摸一下。这次任务比较特殊嘛，然后一会儿需要咱们那个安排咱们这乘务员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安全绳啊、灭火器啊、不锈钢的这些制品啊、托盘啊，全都收到您这个乘务室和这个临近的这个车厢。好，好，好吧，啊，谢谢您，没事，没事。谢谢7号站台是距离囚车最远的一个站台，前往这里不仅意味着要在保证犯人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弥补火车晚点的时间，还要求遣送队伍在检票前就要完成所有登车工作。前往另一个站台，罪犯要带着镣铐上下楼梯，其中还要经过地下通道。火车站地下通道是人流量最大的地方，这将是整个押送行程中犯人与人群接触最直接的一次，也是李进山在遣前会议上最为担心的环节。7号站台嘛，需要这个地下通道里罪犯行走的距离比较长，然后还有一部分旅客要穿行，风险系数、那个压力系数都比往常要大一点。走下地下通道的时候，正赶上一列火车到站，大量的乘客开始通过地下通道。李进山迅速部署民警，保持高度警戒，关注犯人动态，用人墙的这种方式形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这么一个空间，但是外面的这些东西对他的这个刺激特别大，这个时候是最危险，在车站的人来人往，还有很多的这个上下车的旅客，有些人会围观，甚至拿出手机来去拍呀，所以这个时候是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一个环节。Thank you.
有人抬头。是。我再重申一遍咱们押解的纪律啊，第一，一切行动必须听从民警指挥；二，不准东张西望、交头接耳、吵闹喧哗；三，不许乱动戒具；四，爱护车内卫生；五，听到民警的指令后要迅速执行。听明白了吗？是。好，就低头。是。罪犯登车三分钟之后，旅客们也陆续上车，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在这趟火车上还有一节被封闭着的流动监狱。在火车出发前，李进山带领行动指挥部的成员与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再次确认安全事宜。火车缓缓驶出车站，这群特殊的旅客也踏上了回乡之路。此刻，所有肩负遣送任务的人员都深刻地意识到，一场在火车上的拉锯战开始了。特殊旅客开启回乡之城，平静的表象背后可能波涛暗涌，夜幕之下危机四伏。遣送79名罪犯，一线正在播出。当火车驶出城市，民警会把车厢内的窗帘打开，让所有犯人看看外面的世界。或许这些人曾经也是沿着这条线路离开家乡，而如今再次踏上这条返乡路，他们很多人都已不是曾经的模样了。虽然在密闭的火车车厢内，任务的危险系数要相对公共场所安全许多，但是民警依然要保持高度的集中，观察每一个犯人的状态。所有执勤民警分为3个班组，每2个小时轮换一次。每次交接班的时候，组长还要亲自再检查一遍所有犯人的镣铐，同时要格外注意重点犯人的表现。下午5点到7点是执勤民警最为忙碌的一个时间段，这一时间里要组织犯人进行就餐，同时一些病患也要在这一时间里进行服药。昨天怎么点的？是那个停药，这用吗？对，把那头低着哈，你老坐的时候你头低一点，嗯，没事儿哈，对，挺好的，药都给你拿好了，至少有半点的药，那你放心好了。谢谢警官，谢谢警官。当火车驶入河南境内时，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此时的车厢内，在民警的严格管理下，依旧保持着安静有序。一声报告，结束了车厢的寂静。此次遣送任务中，病犯和老年犯人的占比较大，犯人们的身体状况一直也是这次路上最令人担心的问题。其他人把嘴都闭上，筷子闭好了。严格、安全、准确，一直以来都是民警将犯人遣送原籍的标准。针对犯人们的要求，民警尽量在规定的条件下给予着人道主义的关怀，为囚犯们的健康和生命负责任。除了身体健康外，心理疏导也是在遣送中经常发生的事儿。2016年，一对制毒吸毒的夫妇一同踏上了回原籍的遣送列车，他们将面临被遣送之后在不同监狱服刑16年。领导了解情况后，为了让他们今后得到更好的改造，破例申请让他们见上一面。他合理的诉求去满足他，让他有一种温暖，有一种关心，他都是人。在罪犯，为什么罪犯也可以改造的？你焕发出他人性的一面。虽然遣送途中就那么
几十个小时，但是他今后的人生之路改造了很长很长，在他心里边播下一个善良的种子，今后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凌晨两点到五点，这是在遣送途中最难熬的时间段。咱们正常的人啊，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在休息了，但是在车上肯定是要有值班的民警。在这个时候值班的民警应该是一个对民警的就是心理也好生理也好都是一个比较严峻的考验。刚刚上岗的民警要立即调整到执勤状态，此时在车厢里的罪犯大多数都在睡梦当中，但是越是到这种时候，民警越是不敢有一点放松。哪怕所有的反正都睡着了，你也不能有一点松懈。这些人你看似他睡着了，但是他并不是说像你眼睛看到的那样，他的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个东西咱们通过这东西是你看不到的，所以我们是要防备那些看不到的危险。李进山作为总指挥，虽然并不直接参与车厢内的执勤任务，但是他每半个小时就要前往犯人的车厢进行巡视检查，在关注犯人的同时也时刻注意执勤民警的状态。特殊的工作性质已经让59岁的李进山患上了多种疾病，每天药不离身。即便这样，每次执行任务时，他依旧会整夜的保持清醒，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在具体那个工作环节上，那么我们，既是指挥员，更是战斗员。需要求大家做的，我肯定先做到；也要求大家不能做的，我肯定也不做。当火车驶入湖北境内时，所有犯人透过窗户看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面部的表情也渐渐发生了细微的变化。而此时另一节的车厢，指挥部正在召开遣送最后环节的安全会议。但是有可能会提前遣送，还是那句话，交犯人没交以前，就是押犯的安全是第一位的。不到交接完，不到顺利的和对方交接完，押上囚车，加甚至押到对方监狱的时候，我们都不能有任何的松懈。整个大座这么下，两个人迅速起身，紧跟好了。这个很紧了，听见了吗？岁数大了，看着了啊。下车的时候，下车的时候低头看那儿啊，别到处瞎别嘛。是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两边注意一下啊。由于火车到站时间为5:58，在与交接的湖北监狱方沟通后，为躲避城市早高峰的不确定因素干扰，犯人的交接工作必须在30分钟内完成。哎呦，高低站台，等一下下的时候，下的时候先让第一个管娃从到里边来，不是，这个我下车你们有人带就行了，有人带，在这儿有人带，啊，一个下来了。
由于各地监狱极少有大规模犯人的遣送行动，与各地监狱对接犯人时，遣送处的民警都要高度集中，保证犯人们安全地交接给地方监狱。每次任务结束后，疲惫的神经已经占据了所有人的身体，来不及为胜利而高兴的民警们知道，马上就会有新的任务来临。正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状态，让遣送处自成立以来零事故的荣誉继续传承下去。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李进山已带领遣送民警们累计向十余个省市遣送罪犯14批次1500余人，行程达2.2万余公里。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列车上度过的团圆节日，是多次意外危机的惊险化解，更是天河监狱的战友们守护平安的足迹和慎终如始的初心。自1995年成立以来，天河监狱共向全国遣送罪犯约16万余人，行程400余万公里，实现了连续27年遣送安全无事故。2022年，遣送一监区被评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集体。他们用车轮的每一公里，用监管的每一个细节，确保了一次又一次的遣送安全。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